连胶纸都没贴，邓丽欣真空上阵。穿打开中门薄纱裙 KD， 所有女星获得最佳衣着奖。网民好劲啊！除了给奖名单之外，最受瞩目的肯定就是明星们的衣着打扮了。每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都是电影业界大事，所以一众演员都盛装打扮亮相，红的沾百花争艳。今年女演员的最佳衣着奖就由邓丽欣获得， Steffi 以 Valentino Deep V 印花长裙含红的沾，性感得来又不失高贵。第一次斩获这个奖项的 Steffi 都显得灵舍兴奋，我觉得好开心，各条裙我自己系非常之中意，我头先形容为我系一见钟情，喊我见到曲凯时候，我觉得今晚一定要祝曲离行红的沾。无奖无知，原来 Steffi 今晚已真空上阵，连胶纸都无粘。他还透露裙上面的珠片由人工缝制，价值30万左右，是自己有史以来住过最贵的衫。而 Steffi 在后台发表获奖感言时，就以 Stellar MC Cartney 蕾丝拼接黑色裙亮相，同样是 Deep V， 不过打 V 就变作蕾丝，性感又优雅，两条裙都如此特别，Steffi 真是实至名归呀。